你这样穿看起来有点像 AV 女你也是啊我不相信垃圾你在干嘛我在换衣服走开哇！一定要去泡温泉，我觉得泡完温泉应该就会感觉好。真好吗？对，好，走吧。我们现在要吃下午茶了。晚餐，而且今天其实蛮冷的，这里人都穿很多，然后你还穿短袖。哇，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，想吃什么？你们在这边？怎么在这里？今天不是我们两个的约会日吗？怎么带一个兔肉品来？想知道为什么会来今天到我频道看一遍？去他频道看一下。吃山猪肉，那就叫凯浩哥请客咯。凯浩哥，凯浩哥请客。先请你们啊。你要请我们什么？先讲。都可以。都行。我说我可以请你们啊，但你们要自己付钱。那这样哪叫请？我请你们啊，但是是用你们的钱。什么啦？那我请你，他用你的钱。你买的都好吃，温泉蛋。吃山猪，大屋来就是要吃这些山菜。我在等我的山猪肉，石斑烤肉。哎、欸，你看，这是火龙果。哎、欸，火龙果都是什么颜色啊？里面一样是灰的，灰色，哦、是灰色的。哦喝喝看好不好喝？柠檬山粉圆，有柠檬跟山粉圆的味道。我发现有个地方不一样、欸，哪里？哎、欸，你多了一个字哎、欸。这是三八字吧？你最爱的杏仁汤，我喝的是花生汤。烛光晚餐，好好吃饭，好好听彼此说话。你要好好听我说话。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就是每天都要记得吃饭，需要喝水，需要洗澡、睡觉。全团之前。绿竹笋超级好吃的。我们的主餐，我吃的是牛肉。我的龙虾壳怎么不见了？他帮你剥了、啊。好吃吗？不错的，我想吃一个。嗯、有木材，你的感觉更好吃。哦，牛排，很好吃。吃了晚餐，然后现在回来换上浴袍，要准备来泡温泉。我们之前有一起去北投泡过温泉，乌兰也有，然后这是第三次。这里的温泉我觉得很美，因为它外面还可以看到很漂亮，但因为现在是晚上，对，我们把它拉起来、嗯，早上还可以再泡一次。它有个很浓的温泉味，然后这边有那个精油的味道。那我们先换那个浴巾，然后泡汤。走了，泡温泉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觉得你这样穿看起来有点像 AV 女郎？你也是啊，你怎么还不换？你没有穿，你我不相信！啊、是泳衣吗？泳衣，泳衣，平口泳衣。对，走喽，太舒服了啦！真的，我不想起来了。有温泉的味道，硫磺的味道、嗯。如果我家里就有一个这样的温泉，该有多幸福！可以啊，我买给你。你要买这里给我吗？对啊，一个晚上20000块。哎、欸，一个晚上可以在台北租。哎、欸，我们这个是我们住过最贵的，嗯，出国也没住过那么贵的。对，史上最奢侈。而且等一下还有宵夜，我们才刚吃完晚餐，然后吃完饭他就跟我们说等一下还有宵夜，所以我们等一下10点还会有宵夜可以吃。辛苦了啦！你有什么心得？我的心得就是因为你比较忙，然后你刚好最近又放假，然后就带我出来泡温泉。耶！因为这是零沙订的，但这一间其实我们之前都有经过，对，然后也知道，但就一直都没有。但不知道这么贵，对，吓到。但是可能一年就来这一次啊。
这个浴巾真的超性感哎、欸，是什么？它是一个哦，天哪、啊！哇，它的浴巾哇，泡到太热，然后我们出来、哦、真的超级热，散热。我很喜欢就是来乌兰，因为就觉得天气这个度假的感觉，而且我觉得这间饭店其实蛮棒的哎、欸，撇除那个价格的。很漂亮，超美的。它价格真的太贵、嗯，但很值得，很值得来。哎、欸，他今天帮我准备一件很可怕的睡衣耶，没有，因为他没有带睡衣，我随便拿的。你这样就没穿衣服。什么？你没有穿衣服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干嘛？你赶快去穿衣服啦！好啊，各位，等下继续吃宵夜喽。没有，没有啊，给你吃宵夜。我要吃宵夜。我要你。好的。你吃牛肉面好吃吗？好吃哎，很浓郁。我这算是香菇鸡吗？对，香菇配我们爱的美酒跟烧酒。睡衣小酌，小酌。哎、欸，我的睡衣，我看，好看吗？哎、欸，蛮不错的。我们的公主房里面有公主。大家晚安。我们刚才喝超多酒，因为我们难得有这个休假日，然后可以小喝一下。就他一直灌我酒，现在肚子变成孕妇，超级棒。我们要睡觉了。好，晚安。你在干嘛？我在换衣服。走开！快点啊，你快点换。哎、欸，我在换衣服。你啦？你背对，你背对换。啊！哇！只有我看得到。我们等一下要退房了。对，好舍不得哦。好想要永远住在这里哦！一个公主床，哎、欸，它真的是一个公主床，因为它旁边都是沙子。哦，我舍不得离开，好想睡哦。再住多一天，没有，我们等一下要去吃饭、看电影，然后按摩。订阅演员哦，对，订阅我，然后可以追踪莫吉去买他的沙田铺啦。耶，拜拜，拜拜。我抓看看是真奶还是假奶，来喽，抓看看。哦，这个留言想抓的可以抓一下，好，开放一名。那我留言了哦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